卫生部、人力部、贸工部、交通部和新加坡民航局发表联合公告说，这些乘客可以到位于玉兰宫的区域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结果会在48小时内出炉。结果费用是6.6元。目前已经有超过700名乘客到区域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政府已经邀请航空公司向所有从明天，也就是28号到31号准备前往中国的乘客解释这些安排。至于计划在9月1号或者以后前往中国的乘客，可以联系相关部门寻求协助。公务旅游的乘客可以联系贸工部，持有工作准证或者安全准证的中国公民可以联系人力部，其他人则是可以联系卫生部了解更多关于检测的详情。我国将和泰国加强讨论落实互惠绿色通道，以方便两国进行医疗通信。秘书池伟强和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马泰林昨日进行了中英磋商视频会议，两国延伸双边友好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的互相帮助，成功的协助了不少国人回返家园。两国也表示将加快讨论落实互惠绿色通道。池伟强和马泰林在会议上强调，将和亚细安国家合作推动疫苗和药物研究发展。两国强调维持亚细安中心地位和团结，并将通过签署协定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美关系再现波澜，美国将24家中国公司和一些中国公民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怕参与南中国海争议地区人工岛礁建设，即将陷入波澜军事化。
minutes mati ba? Diba? 3. Dawid manaw. Dawid manaw ang pala. Oh, wow! Oh, wow!